现在要去那个地方，听说很好吧？会有网吧？我觉得这是海底套房，是海底套房。海底套房哇，那好好。对，我们就这个，我们宿舍旁边有没有马厩啊？马厩，我们宿舍旁边有没有马厩啊？要把栓起来，把栓的马厩里去。我觉得是不是直接就是搭一块木板在上面睡觉啊？如果夏天热怎么办？就在那个地板上铺点水，对吧？啥水？铺点水，洒水。就是你想游泳的话，你建一盆水，然后把脸裹在水里面，然后就把脸游，这样游真的。就把脸放盆里面。那你们的童年好无趣啊！你的童年是什么？我去，我去钱塘横渡过钱塘江，哎，哇，小时候游过去的吗？游过去的，横渡，那时候我还那么胖，然后不是有大浪吗？有大浪吗？很大浪，走吗？大浪那会儿还没变大，大浪那时候还小浪，对，还没出生。他游泳很厉害，对，我之前杭州市队的，然后对，难怪孙杨是我的前辈，哇，但是素未谋面。跑题了。想得太好了，想得太好。告诉你们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上下铺吧，我觉得是那种六层床铺，六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感觉就是这开车绕一圈又回去了。